哎呦，嫂子，嫂子来了，嫂子，嫂子，哎，嫂子，赶紧进去帮忙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哎，嫂子，陆队呢？走。哎，赶紧买酒去了，这两天大风雪，送酒的人没来，酒不够你们喝的。哎，队长的钱包要哭喽，辛苦嫂子。比这个还漂亮，可以呀，不错，小兰画的不错，画挺好的，真厉害啊，这画的真好。那当然，你要干嘛？还不来帮忙？笑什么？陆队，我们看到钱嫂子了。哎呦，小南跟我们说，我们还不信。陆队，你这下意识动作出卖了你啊！帮忙！走走走！哎，陆队，钱嫂子结婚了吗？我这就关心关心。这就算分手了，朋友还是可以做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初恋的婚礼我还去了呢，随了一个最大的红包。他来齐宁，该不会是为了度蜜月什么的吧？那就有些伤感了。哎呀，能想着我们陆队的人居然嫁给了别人，太可惜了。有完没完？陆队，让我们见一下吧，难得聚一次。早分手了，拿什么理由见人家？陆队，这个你就不懂了，初恋一定是最美好的。起码说出来和一般人就不一样，反正我们还是建议你多少尽一些地主之谊，对吧？对啊，陆队，地主之谊啊，陆队，咱们的热情得让人家感受一下。